我不会觉得倩丽是一个外国人啊，因为她已经在台湾也生活非常多年了，然后一直就像是一家人一样。父母都在夜间上班了，所以我们就照顾这些的孩子们。我们的课程比较特别，就是艺术方面的课程啊，非常的多。他说他要画这个画，你要不要给他们看？啊，你画的高不高兴？高兴，真的。对。4月30号晚间9点，敬请收看《传神》。